啊，各位，我们要吃晚餐了。晚餐时间，我们到一家我们还蛮喜欢来的店，很平价，好吃。这个日高屋，大家看看价格有没有？价格有没有觉得很亲民啊？它这个店怎么好像跟外面不太一样？很平时有没有？哇！等一下，我们要点个什么？你要吃个什么？我吃那个拉面饺子。拉面饺子，好，你已经选好了，在哪里啊？在墙上。好。出温香壶啦。哦，来了。我要先来开个。哦。这里饺子，啊，小菜也是套餐饺子，还有一个哦，终于吃到我想吃、爱吃、期待已久的。小菜说他很缺那个蔬菜，所以现在整碗都是蔬菜。然后我又叫了一个蔬菜炒猪肝。哦，大家看一下这个画面。今天的晚餐，我好像太丰盛了一点哈。我觉得是呢，我们就尽量慢慢吃晚餐。来，再给大家浏览一遍这个耶，这是我的拉面，这是我的什么？小碗的鸟饭，鸟卤肉饭，鸟嘛 ，Tori 呀 ，Tori 对，卤鸟饭，还是鸟卤饭？卤鸟吗？我不是。卤鸟，鸟卤饭好。好，饺子，然后饺子，豆芽菜炒猪肝，还有蔬菜拉面，对，好，各位，那我们就来开吃了。有没有觉得很吵？有哈，大家忍耐一下。饺子应该比较脆，先吃饺子。对，趁现在先吃饺子好。你的饺子看起来比较不酥哎、我的饺子看起来比较不酥啊？不会吧？我先吃看看。还不错，各位有听到那个底层脆脆的声音吗？这里环境音那么大。大家还不知道听不记得到，可能听不到、沾一点酱油吗？是吧，我们这样吃，今天这餐价2120，因为两个套餐以外还有多叫了这盘、炒猪肝，好像叫太多了，好像有点多。刚才你看我这青菜哦，超惊人的青菜量、你得偿所望了，得偿所望。小菜这两天都一直在念说要吃青菜，对，刚刚还特地买了两颗苹果，一颗超大颗的那个橘子。哦，这样怎样？吃起来怎么样？很清淡的味道，清爽吧。清爽哈、好大。很大吗？这青菜啊，是炒过的。对。拉面煮好之后再放上去的，这青菜是有那个清炒过的那个清香味。哦，
不是那种烫青菜的、哦，所以这个还不错、哦。嗯，像我，所以我们这一桌这样总共大概600多块钱，快700块，应该可以啦。哎、嗯，对，大家现在觉得可以吧？因为真的很多、啊。对，600多块，快700块，然后叫多了一点。嗯，今天叫多了一点。哎，这个饺子不错。好了，我试试看这个苗卤面、卤料面，啊，卤料饭啊，卤料饭。我先吃一下那个。可是它好像没有浇。那个汤汁哈，嗯，不过它的这个肉啊，很入味，嗯，好吃哈。虽然它没有搅汤汁，但是是有味道的，嗯，是有味道。好吃哎，嗯，还不错，嗯，人家是饭面。跟饺子三拼的，今天我这是三拼哦，拌面饺子哦，三拼。嗯。所以那个日高屋啊，我觉得蛮平价，我蛮喜欢来这里吃。像之前我们吃的时候，我猜那时候是夏天嘛，啊，还有吃到一个那个什么中华凉面。对，中华凉面，哦，它的中华凉面好好吃啊！我刚刚本来想说要进来要吃凉面，但是。他可能这个季节没有来泡面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。我没有看到，应该会换菜单的。对，会换菜单。如果是当时夏天来的话，可以试试看中华凉面，好吃又不贵。好像300多块日币吗？嗯，我记得日盘，大概300多，390吧。蛮划算的。嗯。这粽子是好吃。像来这边。吃饭的好朋友，像这个是高屋，还有松屋，好像还有一些什么？有吉野家啊。哦，吉野家。嗯。那真的是在这里吃饭好朋友，便宜又好吃。吉野家的牛冻饭也是500块钱。嗯。就有好吃的，我们所谓的雪花牛。对，因为他好像还有隐藏菜单。吉野家吗？因为吉野家我们每次在台湾吃的印象都很不好，因为超咸的。对，台湾的超咸，大家选手。所以我们到这里来还是都没有去吃。比较喜欢松屋跟日高屋啊，这两间更推最常吃的，大家都可以试试看。对啊，饭面双拼，哦没有，饭面饺三拼。面不够。你又吃饭又吃面，是吃饭配面吗？对啊，吃饭配面啊。我觉得它这个有点像那个大阪的嘛，它都用双子。这个猪肝它切得很薄，然后上面有上粉。对，吃起来有一点骨溜感，我觉得切很薄还蛮不错的。然后这个豆芽菜吃起来超爽脆的，我觉得这个可以直接就是配一碗白饭当主餐可以吃掉了，蛮好吃的。我来一下。很脆。嗯。那收音大家不知道听不听得到，你听不到哈？这里面声音很大声，怎么会听得到你在对面的吗？哦，我等一下真的是有点太面太多了，吃点这个吧，那这种拉
面的面条跟外面的不太一样。我的拉面面条它有个碱味蛮重的。没有。我们两个拉面应该是一样的。你说面条吗？对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你可以试试看你的。我觉得看起来不太一样。不太一样。对吧？不用不用。我们两个人的面条是长不一样的。有一样吗？跟你不一样。对啊。因为我就是说它长不一样，对，面是不一样，但是都是很好吃的。所以这里就是吃饭的地方了，大家就多多包涵吧。我看大声就是。这里是吃饭的地方嘛？不是啊，我是讲。旁边有比较大声一点，哦、好不是叫你大声一点啊。本来是叫我大声一点。好，各位那，我们就好好吃饭。嗯，对啊。今天晚上吃饭面三拼。三拼哦。饭面啊，饭面饺三拼。我是吃猪肝拉蔬菜拉面跟饺子三拼、欸。你那个蔬菜拉面真的超大碗的。对啊，我的碗还比你还大。对，你的碗还比我还大。对啊，因为我的蔬菜大概就有三分之一的量。OK， 那就这样吧，各位。好，再见。再见，我已经转型起来了。对啊，拜拜喽。好，拜拜。拜拜，吃猪肝不学。